最新一个被释放的男人在中午大约1:30获释，沿途由警员陪伴离开，枪手在车门贴出字条，批评当局将他革职是错误的决定。被他挟持的巴士打横停在马尼拉市中心国父黎萨纪念公园附近，枪手手持 M16 步枪，在朝早挟持全车23人。旅客只能够透过车窗留意外面的情况。警方封锁附近街道，警员手持长枪戒备，警方派出两名谈判专家同枪手谈判。枪手初时不愿意直接放人，要求交换人质。他释放一名需要去洗手间的72岁婆婆同导游的时候，换取了两名菲律宾的摄影者上车做人质，及后再释放了3名小朋友同一个妈妈。康泰旅行社话，领队在事发后即时打电话翻公司汇报。其实是个领队咧，喺车尾咧偷偷打电话翻嚟香港汇报嘅，咁所以只系讲咗几句咧，佢就要收线，因为当时佢唔系太清楚嗰个持枪嘅军人嘅动机，同埋佢将会做啲乜嘢，佢又怕激嬲咗嗰个持枪军人嘅。林美斯话，枪手系被革职嘅军人，挟持巴士系希望用旅客做筹码换取服职。佢上咗车之后咧，只系唔俾我哋所有嘅团员落车，亦都讲咗即系佢点解今次要挟持呢一架嘅旅游巴士咧，就系正如我头先讲嗰个情况啦。咁亦都冇出现恐吓嘅，佢净系希望想同即系有关嘅当局，我唔知系军部啊定系政府啦，作一啲嘅谈判。咁我哋知道车上嘅团员咧，亦都冇恐慌。被挟持架是康泰旅行社编号 PMK04100820 的旅行团，全团有20名旅客，一名香港领队同一个当地导游。上个星期五出发，原定今晚回香港。他们朝早去到国父黎萨纪念公园参观的时候，被枪手挟持。康泰已经设立热线2108-8888查询。那凤凰电视记者梁卓琪报道。我哋再睇翻咧，就系现场画面嗰个最新个情况先。嗱，旅游巴外面咧就系贴咗2张字条，咁呢一个亦都系枪手咧同外界咧沟通嘅其中一个渠道嚟噶。嗱，最新嘅一张字条咧就贴咗喺画面栏门上边嘅右手边。咁啊，张字条咧就写住 Big deal will start after 3 PM today。咁啊，预示咗咧就系话3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事发生。嗱，暂时仲未知道咧会有啲咩事，咁大家留意住最新嘅情况啦。咁啊，至于门咧喺左手边咧就系之前咧我哋嘅新闻片入边。都有講到啦，就係槍手咧，就係表達咗覺得當局將佢革職咧係一個錯誤噶。嗱，根據菲律賓警方所講咧，佢哋同槍手嘅溝通方式咧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靠傳遞紙條啦，另一個方法咧就係靠住咧就係同司機個手提電話咧，就係進行一個溝通同埋接觸。咁啊，另外都留意到就係槍手咧，就不時都會貼出一啲嘅紙條咧，就喺個門外面咧個玻璃門嗰度咧，就表達佢哋嘅訴求噶。咁啊，最新一張咧，再同大家講咧，就係貼喺門外面嘅紙條咧。就是说 Big deal will start after 3 PM today， 预示了3点钟之后将会有事发生的，大家留意着最新的情况。再看本港方面，保安局局长李绍光就说已经成立了专责小组，由他领导跟进事件，亦都透过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当地的大使馆联络，要求处理事件的时候首要考虑香港人质的安全。保安局已经第一时间我们接觸了菲律賓駐香港的總領事館，我們提出了一個要求，就是希望和要求菲律賓當局是要保證香港人質的安全的，我們希望在處理這件事件當中，他們以香港人質的安全為第一考慮的因素。第二，我們都希望整件事件咧，可以係盡快，同埋喺一個和平嘅氣氛底下咧，係處理好，人質咧係早日獲釋嘅。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人員正係趕到現場協助，發言人就話已經同當地外交部同警察部門聯絡，要求確保被挟持嘅香港遊客安全。我们现在已经紧急的跟菲律宾这边的外交部，然后还有这个国家警察总部、马尼拉的警察局局长，还有这个现场负责
行动的马尼拉的那个现场的指挥人啊，已经都紧急交涉过，要求他们这个行动一定要稳妥，一定要确保这个香港游客的这个人身安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这边这个领事参赞、警务联络官还有这个联保领事，现在正在去这个赶往现场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附近交通封锁，所以说路特别堵啊，我们马上应该就到了。马尼拉警方就话，挟持人质嘅枪手系一个已经被革职嘅高级警员。警方就话，55岁嘅门多萨一年前被警队仔革职。警方话佢今次挟持人质系希望复职，亦都要求撤销佢所涉及嘅案件。当地传媒就报道，门多萨喺2008年同另外嘅4个警察被控打劫、勒索、严重恐吓同埋伤人罪。事件是源于马尼拉一间酒店的主厨投诉被警察诬蔑他落药勒索金钱。门多萨一个同样是任职警察的弟弟就对警方说，哥哥觉得自己在事件入面含冤受屈，认为自己在警界一直表现良好，但最终因为一宗同他无关的罪行而被警队革职。门多萨在1986年曾经系攞过菲律宾十大杰出警察奖，警方就相信门多萨系因为申请复职等得唔耐烦而采取行动。佢喺挟持人质期间，不时贴字条喺车窗同警方表达诉求。而旅游业议会就话，事发嘅尼萨纪念公园一向都系港人去到菲律宾旅游嘅热门地方，议会已经提醒身处喺当地嘅旅行团要注意安全。呢、这個泥沙公園咧，不嬲都係好多旅行團會去嘅，因為呢個國家公園嚟嘅。咁啊，當然我哋從嚟都未聽過啲咁嘅事情發生啦。咁呢個事情會唔會個別事件或者點樣，我哋都會詳細了解。咁啊，基本上我哋而家暫時咧，我哋當然會提醒啲旅行社喺即係喺菲律賓當地嘅行程啊，所有安排咧係要確保即係旅客安全為主啦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就要求呢一個前警員尊重生命，釋放人質。而兩個高級警長正係同呢一位嘅前警員談判，爭取盡快釋放人質。跟進翻最新嘅情況，仍然有18個人咧就係被挟持喺旅遊巴上面。而喺旅遊巴上面嘅槍手亦都貼出咗最新嘅字條，就話 Big deal will start after 3 p.m. today。我哋會同大家跟進住最新嘅情況。